aujourd'hui je sors de ma zone de confort. Aujourd'hui je sors carrément de ma zone de confort parce que c'est chaud. Cette vidéo elle est chaude. Elle est chaude. Mais retour sur le sens de l'humour parce que j'espère que certains vont se dire que voilà, on montre un aspect pas très clean de la ville. Mais bon, c'est comme ça. Cette vidéo aujourd'hui c'est pour demander aux Chinois. Est-ce qu'ils ont une notion des pays étrangers? Je ne vais pas seulement parler de l'Afrique parce que l'Afrique c'est trop loin. Je reviens en Europe et même en Asie. Donc, vous serez surpris de découvrir les réponses avec moi de cette vidéo. Donc, pour ne pas rater ça, vous savez quoi faire. Likez, abonnez, partagez avec les amis et puis c'est parti pour le fun. Je... Hey, 你们好。 你们有没有去过国？去过别的国家？还没有。没去过。对。好，那你们有没有了解非洲？你们知道非洲哪些国家？非洲。非洲哪些国家我也说不上名字。确实。你知道名字？知道南非吗？对。不太了解。欧洲呢？欧洲呢？俄罗斯。那OK，好的，给我亚洲四个国家的名字。亚洲吗？ 亚洲、中国、日本、韩国，还有印度算亚洲吗？好像是。差其他四个国家，差不多这个吧。其他四个国家，泰国算吗？泰国算吗？泰国应该也算吗？哦，泰国算亚洲吗？带过去亚洲啊？泰国，菲律宾，老挝，菲律宾，对。啊，那谢谢你们哦。好，谢谢。他们在里面采访。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去过别的国家？目前国外没有去过。没有去过。那你了解非洲或者欧洲吗？非洲或者欧洲。那就给我非洲几个国家的名字最好。非洲的话，有时候看抖音上面有一些，然后欧洲方面也是通过视频短视频来了解，然后了解的不多，都是一点点。但是你知道非洲哪一个国家？非洲的话，说地名我还不太清楚。南非知道吗？南非知道。然后埃及。埃及也知道。加美隆。 加本有很多。哦，那些其他地名都不知道。那欧洲呢？欧洲知道欧洲哪些国家？欧洲的话，好像欧洲有好多国家呀，但是具体的话，欧洲我也。就给我三四个名字就好。欧洲的话，不知道。法国呢？法国算。俄罗斯。俄罗斯。德国。 对，都是。你说我就记得，但是你要我自己说，我可能不太记得。好的，那我们回头就亚洲给我亚洲四个国家。亚洲，亚洲我真不知道。<笑>因为国外的话我不太了解。哦。对，因为没有去过，所以这方面关注的比较少。好的。那中国，如果你要给我推荐中国四个城市，好玩的城市，你会推荐哪一些城市？好玩的是吧？我觉得云南。云南。云南算一个。云南我去过昆明。湖南。湖南。杭州。杭州。对。武汉。武汉。好。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啊。西藏。西藏。那您是哪里人？你自己什么？我是湖北。湖北人。对。湖北武汉。好的，谢谢你哦。
我们去过别的国家吗？没有，我们还小，还小，还小。好的，就这个不用问了。好，那你们了解一下非洲吗？知道非洲哪些国家？非洲哪些国家？印度。印度，是，它印度是另一个。
对，应该不在欧洲。就不怎么吧。在了解欧洲呢？欧洲了解欧洲什么国家？欧洲。就一两个国家，欧洲国家。遇到法国吗？法国。法国、英国、克罗地亚、俄罗斯都有啊。好，那我们打扰了，谢谢你们，拜拜。